何幸福自从嫁到了我们万家庄，就没少折腾。这不叫闹婆，这叫耍流氓。你知道你刚才砸的是谁吗？那是万书记的儿子。你们家这个酒席啊，要命！万书记，老王家不敢要说法，但是我不怕。出去！只有你们家的这块河滩地能建这个污水处理厂。你还说敢想敢干呢？这一下70,000多就没了。你让我们吃亏了，那这地我们就可以不让了。你说不让就不让了，滚出去！你好，我叫关涛，易道律师事务所的律师。我们万家庄的事情自己能够解决，等会你非要打官司，那就打。我跟庆来也怕连累家人，我就跑到城里来干活来了。当前台呢，不光是要长得好，我就是想先咬着牙先在城里活下来再说。你先别急啊，一个一个来。再说还有大家在这边，这边当律师的能靠骗人赚钱吗？我宁可不干。这真的成了？关涛，杨飞，走。没问题。以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未来能做些什么，但是现在家里需要我。医生怎么了？这是一共25个孩子，有不同程度的前朝标，就是这污水处理厂造成的。我们一定会帮咱们尽快查清污染源。我想清楚了，我该回去了。我的目标不一定非得是背井离乡，在大城市里才能实现。回到家乡，跟家人一起，一样可以实现。